哈嘎尼哈，客家人给人就比较刻板或者是亲切的那种。比如讲说，我认识了三四十年的老朋友，翁先生，温先生，温先生的台北地位，七十年、五十年、六十，七十五年了 ，OK 哈，七十五年了哈，哦，来台北已经七十五年了，七十五年了。七十五年啊，那来的时候都从很辛苦，所以很辛苦当中的话，在生活上很困苦的当中的话，你要有什么娱乐？说，就客家人不会比较刻板，因为我们的精神就叫刻苦耐劳、勤俭持家嘛，勤俭传家嘛，哈，不要按你那种你的印象哈。那现在的客家呢，慢慢的生活都已经有提升的，有改善的哈。那在舞蹈当中的话，希望有个改变。本人的改变的话，吼，莫讲客家你就按那么古板，我们可以很阳光，很阳光，让我们的客家呢走向国际，走向世界舞台。好，那这个舞蹈呢，融合了萨那个拉丁还有莎莎的那个舞蹈，我们来慢慢来欣赏，天爱了，来掌声鼓励。Thank you.